第二处，耶稣肩负十字架。主基督，我们钦崇你，赞美你。你用此圣价救赎普世。兵士们将耶稣带进总督府内，就召集全队兵士围着耶稣，然后把他的衣服脱去，叫他穿上紫袍，又编了一个荆棘的冠冕给他戴上。于是他们开始对他致敬，说：犹太人的君王万岁！然后用一根芦苇打他的头，唾他的面，又跪着向他行礼，戏弄记笔。他们就把紫袍脱下，仍旧给他穿上原来的衣服，然后带他出去，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走出城外。这个十字架，这根树干，是天父为耶稣选择的。我的朋友，你所背负的十字架亦都是天父为你选择的，从他的手中接纳过来吧。请放心，天父绝对不会让你的负担超过你的能力。主，我们时时只看到自己的担子，并认为它很沉重。当没有人注意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担子更加重。何时我们忘记了别人的痛苦，也忽略了在我们身旁背着重荷的你？即使知道了，亦从没有加以援助。求你使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，多顾及他人，正如你照顾我们一样。天主，让着你所受的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。